热情活力的 Passion Sisters 大秀性感舞蹈，为中性兄弟皇朝来袭球迷见面会揭开序幕。上百名 HRD 身穿黄色服饰，集结在信义区，并再度喊出抢攻口号，重现驾驭球场的惊人气势。中性兄弟由精神领袖彭振明带领其他九位球员到现场与球迷互动，感谢大家一路相挺。其实今天这么多球迷在这里，就是对球员来说是最大的感谢，而且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一整年的付出是值得，谢谢你们。明年开始应该中心会改去南港，所以我们逢网在南港那边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其实球季结束的大概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休息完之后，就开始有现在开始有在做训练了。这样虽然皮肤看起来有变白，但是都是做室内的训练啦，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以强化肌力为主嘛，那技术上面的训练都还没有开始做，这样所以会看起来比较白。那我相信其他球员也是啦，都看起来比较白这样。对，平常在红土地上威风八面的选手们，在感谢会上可是判若两人，不管是装可爱三连拍还是玩游戏，通通没问题，效果十足的演出让现场气氛嗨到不行。可能过去没有的，那觉得就是毕竟球季也结束了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 special 不一样的一个体验，就是加油加油加油，明年一定拿总冠军。中信兄弟把感谢球迷的心意化为具体的回馈活动，也希望这股黄色能量可以越来越大，明年一鼓作气夺下总冠军。 YTV 新闻采访报道。